身體健康啊，身心平安啊。咁啊，今集半句堂咧，同大家講一個特別啲嘅話題。咁咧就係講一啲我自己點樣去製作一比六一啲嘅過程啦。從我哋製作呢個《戰國大名傳》嘅一比六武將咧，就去講到一啲一比六嘅幕後製作啊，或者其實平時唔係咁多玩家會注意到或者去理解到的情況，少少的一啲嘅自己嘅經驗，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主要係包括啲製作幕後嘅一啲嘅技術問題啦，同埋一啲嘅我哋概念上點樣衍生啦。製作上我哋咧基於咩基礎去處理同埋選擇題材啊，或者去設定造型啊，監修質量啊，或者選擇咩技術啊，用咩技術去處理唔同嘅部件啊。或者是技術上的困難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有一啲喺即幾方面咧，主要就係喺考證啦，喺生產技術做工啦，同埋一啲比例美感上一啲嘅根據嚇，即因為一比六其實唔係一個即我哋見到表面咁。容易做的一種產品嚟嘅，其實亦都唔係一種我哋成日以為係一啲高科技或者一啲叫做好大規模量產一啲標準嘅消費品嚟嘅。其實嚴格嚟講，我會覺得係一種手工藝品嚇，或者你講藝術品都得嚇。咁當然呢個同唔同意就要等大家覺得係唔係。咁所以其實背後牽涉好多嘅技術啦、概念啦、知識啦、考證啦、網絡上一啲嘅支援啦，其實牽涉嘅嘢都比較多嘅，淨係物料通常都有三個，超過係五種啦。你數到嘅有部件啦，有膠料啦，膠料都好多種啦，金屬啦、木啦、紙啦嚇。咁啊諗得到嘅物料都可能會用得到嚇。咁所以咧其實都唔係咁表面咁睇咁簡單嘅。咁但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製作上一啲嘅經驗上嘅分享，淺談一下啫，唔敢講話咩好。不過就係喺經歷我哋製作一比六呢個《戰國大名傳》嘅過程裏邊咧，其實都一路有好多嘅嘢學到。咁當然之前好耐幾年前我哋開始，差唔多十年前開始製作一比六嗰陣咧，其實一路已經面對好多唔同嘅困難啊，同埋好多經驗。即係每一間公司，我諗每個 project 其實都係每一個 project 都係重新做過。咁唔係即係咁簡單話，我哋可以重複複製好多嘢。其實每一次嘅技術都要有突破啦，或者係每一次都要用一啲新嘅問題走出嚟，要需要去解決，先至製作到一啲唔同嘅一比六嘅 figure 嘅。咁大家不妨有興趣嘅可以睇一睇呢一集。咁長度唔短嘅，咁亦都有好多圖片啊，同埋一啲個案經驗啊，甚至我哋點樣去製作呢個一比六《戰國大名傳》一啲日本武將一啲嘅少少我哋嘅一啲嘅。背後的理念、背後的諗法嘅原則，或者啲基礎嘅一啲元素，我哋點樣去考證或者去使用嚇？咁大家唔好錯過，多謝。一比六咧，其實好多種玩法嘅，好多玩家唔同睇法。有啲咧叫 authentic， 即係話乜都要係跟到足史實或者真實嚇，百分百嘅嚇。咁 OK 一種啦，另外一種咧就係美感嘅，即係一句説話，好普通嘅説話可以代表嘅就係個派嘅就係似人咯，一望出嚟影幅相，喂係人嚟嘅，咁呢個係另外一派啦。咁另外第三派啦，其實好多派嘅主流啦，就係哇啲手工好靚啊，木嘅係木啊，金屬嘅係金屬啊，鐵嘅係鐵啊，布嘅係布。嗱咁呢都好多公司有表者嘅，包括我啲好朋友公司 DID 咁。咁我都好欣賞，不嬲都好欣賞佢哋。咁我哋而且私底下嗰個關係都，即工作上嘅關係啦，都我相信都唔錯嘅嚇，我自己認為啦嚇。OK， 咁所以咧起碼都分三大類，即有啲係玩手工，有啲咧就玩美感嘅，即望落去要似啊，要靚就得噶啦。有啲咧就係玩即係史唔史實。咁呢個通常都係玩軍事朋友先至會係呢一種嘅啫。咁因為本武士咧啱啱咧，其實咧就肯定係史實啦。另外就係靚唔靚啦，我覺得。咁當然第三樣就係手工。手工其實做一比六，其實你走唔到雞，你都要做好嘅手工嘅。咁但係點解我哋明知道可以穿盔甲，我哋都唔做咧？咁其中一大原因就係成本。
其實成本好貴嘅。咁當然有啲廠商，尤其是內地嘅廠商，佢哋做到咧，其實佢哋真係用一個啊，佢哋去到外省啊，即係唔係廣東省啊，揾唔到噶啦，已經做唔到呢價，去到啲北啲嘅省去做呢個咁啊手工部分。咁啊好欣賞佢哋咧，因為其實佢哋走上去做，其實攞嚟攞去，其實又要時間啊監修，其實仲辛苦。咁其實我背私底下，我好欣賞佢哋嗰種堅持，即係寧願辛苦啲，都做個平啲嘅價，但係好嘅手工俾人客。OK， 呢個值得讚賞嘅，真係。咁啊，但我自己點解唔做？因為首先我哋喺香港啦，你叫我再上去北啲湖南、湖北甚至浙江咁樣，即係對我嚟講，你個成本太大。咁做啲嘢出嚟之後，就算大家滿意，可能哇啲好貴喎，咁樣點搞啊？咁但係點解仲做呢？除咗我對日本武士嗰種鍾愛之外，呢間你係知點解嘅？又一來攞咗授權啦，二來呢個係我一路嘅心願嚟嘅，即係出一啲日本武將嘅一啲嘅產品。其實我知道好多玩家都好中意日本武將，其實唔單止華人啦、日本人啦，日本人反而唔多嚇，話俾我秘密俾你知。台灣係最多朋友中意，原來嚇台灣朋友啦，香港亞洲區朋友啦，你話東南亞普普通通，美加西方都唔錯嘅，即平均地都算係唔錯一個題材，因為可能好多電影都係做日本武士題材，所以你一講日本武士，其實全世界冇人唔識嘅，即係咩民族都知道呢啲咁嘅中古時代一啲嘅戰將或者一啲英雄人物，咁啊，所以加埋啲遊戲啦，遊戲嗰個影響啦，咁令到大家都好明白，即係咩係住田信長啊，咩武田信玄，咁所以呢度咧係真係比較多人認識，咁所以我都有信心，其實有一定嘅市場嘅。但至於我自己的睇法咧，就係、是、我不嬲做 figure 其實做過好多噶啦，其實大家知嘅就知啦嚇，我唔詳細講啦。咁啊，其實我都有喺背後幫一啲牌子大牌子添啊，即係我有監修過啲 figure， 甚至幫佢開發過啲 figure 嘅。咁啊，呢度唔詳細講係邊啲啦，咁啊，大家心水清嘅或者會知嚇。咁啊，所以其實有一定嘅經驗嘅，同埋一定少少嘅信心。咁當然你話我冇信心係假嘅，因為即係，但我哋又唔可以驕傲去講。咁但係有信心嘅，係甚至都幾足夠嘅。對一比一個監修同埋對嗰個審判審美個眼光咧，其實自己有一定嘅信心喺度嘅。如果唔係，真係唔會膽粗粗就係搞牌子嘅 ACI 嚇。咁所以咧，其實係，但係喺個過程裡面發覺好難嘅。咁所以到我自己中意嗰部分咧，其實咧我就第一啦。authentic 嘅，我哋要準確啦，即係一比六基本上係模仿一啲即係真實生活嘅人或者電影啊、英雄人物啊，咁無論你係瞓邊個源頭都好啦，即係個資料喺邊度嚟到啦，都係要跟翻盡量足啦，係咪？咁當然你原創又唔同啦，你設計師嗰啲冇得講啦，咁你哋中意天馬行空冇問題嘅，或者攞住一啲意念或者概念去混合你嘅設計，呢個係大家知嘅。咁啊，但係如果當你要做呢啲咧，尤其是歷史嘢咧，咁你冇辦法唔 authentic 嘅喎，嚇，係咪先？即係你，我哋有一批，即係我哋叫大個啲，唔好話老餅，因為好似我就話自己老餅，因為我唔可以話埋人哋老餅噶嘛。我哋即係睇嗰啲初頭嗰啲三國無雙嗰啲啦，哇！即係接受唔到個早期嗰啲三國無雙 game 嗰啲啦，砰嗰啲呂布砰咁樣。咁啊，但係咧睇得下慣咗噶。咁同埋一開始一種流行嘅風氣，我都理解就係即係 fusion 嘢，即係食物都有啦，時裝又有啦，文化都係啦，甚至你話即係造型，我擺明係一個唔係歷史設計嚟㗎，咁我中意點就點，咁啊 OK 嘅喎，呢個係接受，另外一種嘢嚟㗎啦已經。所以遊戲裏邊點樣變化冇乜問題，因為遊戲嚟㗎嘛，即係唔係因為佢係 game 係嬉戲啊，有一個 game 係一個重，其實一件重新嘅界面嚟嘅，一個重新嘅導體嚟㗎啦，即係一個 conductor 嚟㗎啦，已經唔係。我哋所講嗰啲嘢，咁但係我哋 ACI 或者我哋一系列做嘅咧，我哋做咩咧？我哋即係做想做翻中古時間嘅武田信玄啊嘛，又或者後邊呢個盒啦，擺咗好耐啦，織田信長啊嘛 ，OK 啦。咁但係問題咧，嗰、那個年代幾百年前咧冇相機，有畫啲畫就個畫風又好唔同啊，所以其實冇辦法咧去復原翻真正嘅武田信玄或者織田信長，一個叫做準，之後叫做歷史考究裏面咧，我覺得自己咧可能講錯英文啊，唔好意思啊，即係 authenticity 係啦，我就會好堅持去，喂，武田係點噶？係咩樣啊？織田係點樣樣啊 ？OK， 喂，
我哋未見過噶喎，我哋最多係一啲叫做舊畫裏邊畫出嚟，嗰、那個畫甚至唔係一啲畫家描述嗰個真人嘅，可能係啲叫傳說或者啲叫文學作品裏邊或者藝術作品裏邊嘅人嚟嘅啫，即係連個畫師本身可能都冇見過真人噶。咁所以咧，其實冇人知道。咁但係盔甲啦，日本就好啲，好多盔甲咧都被保留落嚟。咁啊，當然都有當中有啲都係唔係真嗰件嚟嘅。咁但係唔緊要，但係佢哋嗰個有好多都係有真嘅。咁所以佢推敲翻喺嗰個年代喺個時代嗰啲盔甲咧，基本上係準成嘅。所以你話全世界最可惜嘅就係中國㗎啦，大部分嘢燒曬嘅，或者可能佢用嘅材料問題咧，好多係 keep 唔到得耐。咁咧，外國嘅西方嘅甲咧就一定 keep 到，即係有條金屬嚟噶嘛。咁我哋去咗啲博物館，哇！即係幾百副咩年代都有，咁好齊嘅，好齊整嘅，咁啊就冇得拗噶啦，一定係咁做噶啦，一定有啲樣噶啦。當然你可以做啲幻想或者啲冇資料嗰啲咁啊，唔同啦。日本咧又係好嘅，你見佢啲城堡咁樣，去啲唔同嘅城市啊，啲城堡裏面通常都擺幾副喺度嘅嚇。咁啊唔使講啲最著名嗰啲大阪啊、京都啊、東京嗰啲就更加多啦。咁所以好，即係就算嗰件原本嘅甲，即係譬如武田，假設啦，武田信玄個甲其實冇流傳落嚟嘅。咁但係你大致參考翻當時嘅畫歷史資料啊，或者畫像啊，加埋當時同期嗰啲盔甲嗰啲設計風氣啊，其實你基本上你可以砌翻一個即係像樣嘅嘢出嚟。所以我有時我一向都幾欣賞80-90年代香港電影嗰個對服裝嗰、那個。審批或者叫做設計嗰個堅持嘅，佢哋其實基本上見得到嗰啲咧，我覺得都我認為啦嚇，有文有路嘅啲嘢嚇。咁啊，有啲年代嘅劇集啊，或者某啲地方嘅劇集咧，我就覺得就誇得滯噶嚇。咁但係當然去到我依個小説嚟嘅，咁啊改編小説，咁啊冇得好講啦。咁啊嗰啲你再誇啲都得噶，因為人物都係冇噶嘛嚇。咁你嗰個人物都唔存在，咁點解我要著翻一定要嗰啲年代嘅衫咧？咁呢個我又同意嘅。咁但係所以，但到玩 figure， 如果我哋嘅題材係做武田信玄、織田信長，咁除非我話我出 game 啦，咁你出 game 你就揾江陵寫羅拉神啦，啱唔啱先？係啊，或者喂我唔羅拉神出，咁但係其實大家都冇見過，對住嗰啲畫像你整出嚟係笑死人嘅嗰個樣，係咪？咁所以咧，我覺得好難去捉摸嘅，所以呢個亦都係我認為一路點解啲三國啊戰國日本啊嗰啲仍然未出到啲大家好心滿意足，即係大家都話係嗰個啦，所以暫時唔講住啦。咁但係我講我自己。呢、這個我哋就揾咗個權威啦，權威就叫提到周防元歡行老師咯。咁啊，初讀錯名啊，讀錯字，應該讀周防嚇。咁希望大家都記得啦嚇。周防元歡行老師咧，其實佢就係江陵社其中一個御用插畫師啊。當中我哋認識嘅其實比較多嘅咧，就兩位，一個係長野江老師啦，一個係周防元歡行老師啦。通常我哋都會叫佢哋聲聲嘅。咁點解咧？都唔使講點解嘅，因為佢哋嘅畫工係真係起碼老師級噶啦，唔好話老師級係大師級噶啦。咁所以佢哋嘅畫，我哋由細睇到大，有時打機嗰啲江陵社嗰啲咧，一定係覺得好靚。咁但係，喂，佢畫啫，或者個 game 出啫，我多啲嗰時講係遊戲啦，我係咪要真嘅？但係江陵社喺設定啲遊戲嗰陣咧，講明 historical simulation 嘅，即係話歷史模擬系列嚟嘅。我唔係空想，唔係假想，唔係幻想，咩 terms 講曬啦，係一個真實嘅歷史模擬遊戲嚟嘅。所以話佢嘅造型應該同埋劇情啦、戰術啦。入面玩的東西的素材全部都應該是跟歷史是很接近的東西的，所以他們的 image 呢應該都是很接近歷史的。所以基於這個原因呢，他們找那些畫師兩位大師，我認識的啦，其實不止的，應該全部他們對歷史啦、考證啦、或者服裝啦、盔甲呢，他們有一定研究的。嗱，詳情看回這兩位大師長野江、周防元歡行那些 Wikipedia， 但我比之不足的咁啊，揾到佢啲 fans 嗰啲 page， 可能嗰啲講嘅仲足，因為可能佢親身識呢位老師嚇。咁所以以我所知，周防老師都係好熟呢啲嘢嘅。咁當然佢哋就第二樣嘢勁咧，就係畫畫勁啦嚇。但係通常咧，我見到好多都係嘅，唔係淨係畫畫勁先得噶，你都要對嗰樣有啲研究，咁你先成為權威噶嘛。所以喺江陵社嘅支持之下，或者佢去揾佢哋去畫嘅過程裏邊，呢啲嘅大師就可以發揮到佢嘅所長。亦都成為咗我哋大部分人心目中呢啲經典人物、歷史人物嘅應該有形象。當然都話真正嘅武田信玄、織田信長，邊個知啊？冇噶啦嘛。所以咧，我能夠可以跟嘅咧，就跟權威。咁所以我哋都其實幾經過一啲困難咧，先揾到呢個老師，同埋經過即係好長時間嘅談談
談論啦，唔係談判啦，即係 discussion 討論，我哋先至可以即係感動到日本方面咧，俾我哋去做呢個 license， 因為話曬呢啲係佢哋日本嘅文化，日本嘅畫師。唔同揾三角喎，三角你可以話我都係中國人啦，我中意三角咁啊。咁我日本嘢，喂，我真係話俾你知，喂，我係好中意老師嘅畫，由細睇到大，真係由細睇到大，由三個字一打到佢而家十四啦。咁所以咧，我覺得一定有，即係高榮社就話俾我知，呢啲就係呢啲樣啦，係咪嚇 ？OK， 跟住然後咧就揾個權威，就揾周防元芬老師，就根據佢嘅畫作嚟做。咁所以咧，呢、這個我哋唔係直接同江榮社合作嘅，我哋同老師合作嘅。咁因為佢嘅畫就係佢自己畫噶嘛，所以但係咧，你會發覺咧係好似，因為啱嘅喎。如果你會見即係我哋喺街嗰啲關帝廟啊，又或者喺呢啲畫像啊，或者我哋歷史或者戲入邊嘅電視劇裏邊，那個關羽都係類似嗰碌噶嘛。咁即係大家都認同呢個碌係啱噶嘛。咁但係個樣係眼細眼大咧，呢、這個有排講咧，因為你都好多知好多明星都做過。呢、这個關羽包括甄子丹在內，咁啊邊一個係最啱咧？其實真係好難講。但係咧咁樣跟咧，我覺得係重量就難度。所以我自己選擇 A C I 嘅選擇咧，就係、是、跟一個權威。依個權威呢個係日本人，嚟自日本嘅權威，嚟自遊戲機畫畫嘅權威，周防元芬老師，所以同佢合作。所以呢個係其實以前未冇機會講過，因為就算做 Toys TV 節目咧，唔可以咁長氣講噶嘛，咁當然今次睇嘅朋友，我知道一定係有心人啦。咁啊，最緊要你唔好怕悶嚇，其實好多故事講。咁所以咧，基於呢個原因，第一個立論叫 authenticity 呢樣嘢咧，我就一定要揾周防老師或者長野江老師，我都開心合作。咁啊，期間咧，其實周防老師係親自審批㗎啦，即係真係唔係攞個名嘅算數㗎。我雖然真係未見過佢，因為真係冇錢過日本探佢。事實上，周防老師每一隻嘅我哋嘅產品，佢都 keep 咗一隻㗎嚇。咁啊，有啲甚至佢話佢買咗添啊！有啲當然我哋送俾佢一定係要啦嚇，咁但係佢都要買定唔知送俾朋友，我唔知道啦嚇。咁所以其實喺個成個過程裏邊，呢兩三年我哋保持住聯絡啦，而佢亦都表現出一個即係好有耐性啦，好有內涵嘅表現，即係對我哋即係咁慢吞吞，佢哋好包容啊！即係包括佢嘅團隊啊、經營公司啊。另外咧就係、是。喺個過程裏面咧，其實咧佢係喺佢嘅原畫上面，佢再加咗啲嘢嘅。其實最明顯咧就係信長咧，你會發覺咧個信長個家徽咧係多咗地方見到嘅。咁我嗰陣覺得就係老師自己主動提出，我覺得哇真係正到爆啊！因為加咗咧直情靚咗好多。咁其實好多時都係咁嘅，無論係所有藝術創作咧，你會覺得永遠係唔會去到一個最完美的地方，永遠都係咁好，但係永遠係越好。所以過程裏面，我諗佢而家重新畫個畫咧，其實佢可能又會有再多啲新嘅嘢，會靚啲。咁我當時就好似細蚊仔咁，哇！佢加落去，覺得我好開心，因為令到成隻 figure 真係你會覺得精細咗、靚咗，同埋更加係積田信長。咁我真係好多謝，因為呢個係主動講出嚟。咁當然佢都會係好有禮貌咁問我哋話好唔好加。我哋梗係咧反應加啦，因為其實佢加越多越好嚇，只要係佢加嘅我都 OK 嘅，真係，因為佢唔會立亂學加啲嘢落去，佢唔會幫我加支炮，或者加啲唔係嗰個年代啲嘢落去，或者加原平時代啲嘢落去，佢絕對唔會嘅。咁呢啲到大師級，所以呢個係好有一個絕對嘅信任。咁亦都多謝佢哋對我哋有一個好好嘅信任啦。因為即係件事拖咗咁耐啊，咁所以即係呢個係要，就算佢哋唔識聽到咧，即係要公開咁去多謝即係周防元芬老師同埋佢經理人公司同埋背後七大陸公司嗰啲人員啊，咁一路幫我哋喺度討論啊協調啊，真係好多謝佢哋嘅。咁啊，周防老師啊，簡介咧，咁大家不妨可以上網睇翻，真係大師級。其實江榮社好多 game 係早期嘅電腦 game， 甚至後期嘅 PlayStation 啊嗰啲咧，好多佢都有參與製作嘅，唔單止係畫畫嘅，係一啲叫做形象設定啊。所以通常咧呢啲位咧，真係唔係一個普通嘅插畫師可以做到嘅嚇。咁同埋你見江榮社嗰個 game 嗰啲封面海報咧，係佢哋畫噶嘛，嗰幅海報等於我哋當年即係睇高河而知啊，即係嗰啲戰艦畫面啊、嗰啲合面啊、步行畫面，嗰、那個係殺食位嚟噶嘛。即係其實大部分人未必知道裏面啲膠料好唔好，即係冇以前冇咁發達，睇雜誌嘅啫嘛。雜誌都唔睇就買噶啦嘛。個盒靚就會買噶啦。咁所以其實咧，
呢幾位大師級嘅話咧，即係其實好關鍵性嘅對嗰個產品嘅銷售。咁啦，所以第一樣嘢講咗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講比例同埋講外形啦。咁啊，當然我呢個係好難去取悦所有人嘅，因為有啲中意真係飛曬出嚟嗰啲噶嘛，即係佢一開波就睇三國無雙或者唔知睇決戰嗰啲，哇呢啲係嗰啲嚟嘅喎。咁但係當你再盡心去研究翻呢啲人物啊，真田幸村啊，伊達正宗啊，咦唔係咁嘅喎，唔係咁嘅喎。咁就第一個好視乎嗰個受眾，即係個玩家、收藏家，佢個要求，佢去到嗰個位，嗰一刻，佢去到幾深咧？其實你唔知嘅，生產商唔知，我唔知，冇人知嘅。咁但係嗰啲人係咪大部分呢？我覺得如果生產商應該係觸摸大部分人嘅要求就啱啲，係咪？因為你佢中意你啲嘢就會買啦嘛。咁所以我認為係咁啦。所以第二樣嘢咧，我就覺得美感、比例嗰啲好重要嘅嚇。好欣賞好多嘅工藝，即係其實你我已經暗示，即係其實你好明白我講乜啦。即係如果你我揀工藝同埋美感咧，我就會揀咗美感先嘅，比例先嘅，似個人呢啲係重點嚟嘅。即係一比六 figure 點解有時玩得咁出神入化咧？就係、是、咦，阿師兄係咪人嚟㗎？咦，係咪即係咁？你好開心哇，幾勁都幅相咁樣，或者哇我隻 figure 砌到啲得幾靚啊咁樣，係最興奮㗎嘛，係咪？就算你未去到咁。即係叫做中階 level 啊，信心 level， 其實你都係想哇買隻翻嚟，即係隊長似翻個隊長，係咪啊？巨搶似翻個巨搶咁樣噶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緊要嘅，呢個又係我自己嘅偏好啦，都有 preference 啦，就唔可以話全世界都要咁嘅嚇。咁所以但係咁我冇辦法噶嘛，要取捨。有啲嘢你一比六你做唔到嘅，其實你係做唔到嘅嚇。你係可以好強行做，即係你都話難度都粒米都係丟手撕落去咯。咁但係你係咪用嗰個價錢去買嗰粒米咧？嚇係咪個個肯俾噶嘛？咁所以當我哋平衡到好多商業嘅考慮嗰陣或者市場考慮嗰陣咧，我就覺得比例外觀要行咗先。所以我哋做嘅嘢咧，我自己認為咧個比例係行先嘅。咁我睇翻歷史啦，其實咧當時嘅中古時代嘅日本人嘅平均高度咧係唔高嘅，即係等於亞洲人都係，所以唔好再講日本人，全世界人都係好矮過而家幾寸嘅。一次大戰嗰陣咧，歐洲人嘅平均高度據聞係5尺5寸嘅啫嚇，你諗唔到咧係咪嚇？咁、所以咧，中古時代嘅日本嘅人嘅高度，或者當時亞洲人嘅高度咧，可能係更唔高。其實睇翻啲規格你知嘅，咁睇翻有啲見到嘅相咧，嗰啲去到係即係差唔多19世紀初嗰啲相，20世紀初啲相咧，因為真係有相啊嘛。你見到佢著起咧，其實唔係太靚嘅美感上。咁所以見到電影上嗰啲而家啲高大咗嘅日本人亞洲人，梗係高大靚仔咗啦，咁啊揾明星做。咁啊，梗係靚咗，但係呢度要平衡啦。我係咪真係做翻當年得嗰5尺5寸或者5尺7寸嘅積田信長咧？佢咪積田信長都係高噶啦，5尺6寸咧。咁但係如果5尺6寸嚟講，就12寸都唔到噶噃。咁啊，著埋盔甲上去就真係好難靚噶噃嚇。咁啊，唔好話講有冇嗰個 body 先啦。咁所以其實又係一個考慮。咁所以當然1:6咁啊，盡量係12寸啦，一個靚啲比例。咁所以呢度我有一個選擇嚟嘅，係即係你話我要 authentic 喎，咁啊，不如就做翻5尺6寸啦。咁但係。我如果做咗出嚟，我驚真係冇人買喎、啊、所以我自己就會平衡翻，我結果就誒唔好啦，一定要靚。即係我做 figure， 無論做日本又好，乜都好，羅馬又好，要靚，因為靚你先會買噶嘛。即係其實我哋玩 figure， 我哋知道我哋投入咗一個角色嘅，其實即係我哋雖然唔係話當自己一個公仔，但係我哋梗係想佢靚噶嘛，係咪型啲噶嘛？你除非我真係個造型係一個中年人，大肚腩或者係一個好細粒嘅人咁。專登去做咁就唔同啦。但如果你有一個英雄人物或者一個武將啊、名將啊、大名啊，即係大佬啊、城主啊、將軍咁樣話，咁你梗係想係靚仔啲。咁嘅話咧，你又會我就會選擇呢一部分。咁所以咧，武田信玄、織田信長，其實我哋做下個下咗好多功夫嘅。嗱，織田嗰個 body 咧就我哋其實最新嘅 body 嚟，我哋叫第5號仔 body 啦，係最新嘅 body 嚟，高高瘦瘦嘅。咁咧，其實曾經我哋。做用嗰個3號 body 大啲嘅 body 大隻啲嘅我哋2號 body 去做呢個武田出嚟嘅效果唔好，因為我覺得佢係肥大，即係壯啲啦。咁但係效果真係唔好。咁後屘就覺得唔需要用 body 去做，我哋就用件衫啦同埋盔甲去做。所以你會覺得咧，我相信大家仍然見到個產品咧，同周防元夫人老師嘅畫像咧都係趨向比較接近嘅，似一個中年人士啦，有少少肚腩啦，少少咋，同埋咧係壯啲嘅。即田信長你見咗出嚟咧係好 slim 嘅，
咁呢個希望你大家睇到啦，咁啊即係睇到就我哋成功啦，睇唔到就我哋就要努力再努力啊。咁但係我自己睇翻我自己外形上我滿意嘅，咁所以呢一隻咧無電睡眠咧，我哋係專登做過去係壯啲、肥啲嚟講，呢個肥肥地中年人咁。同埋武田咧，佢都喺個歷史裏邊或者古仔裏邊咧，通常我哋見到佢啊統率力好高，戰鬥力好高，但係其實佢唔係親身落場嗰啲，佢唔同上杉啊、真田嗰啲咧打仔我哋叫好打得嘅嚇。積田咧都唔係成日唔係落場打嗰啲人嚟嘅，雖然佢啲新鮮戰出，佢啊更加似一個即係學佢話齋，佢嗰個孫子兵法呢句叫咧啊，疾如風啊，徐如侵啊 ，sorry 啊，徐如林啊，侵略如火啊，不動如山啊，嚇。咁咧扯開少少嗱，講到呢一句咧，要提有啲人話：喂，係咪簡體字啊？排字啊？千祈唔好誤會啊！我哋經過我哋細心研究咧，呢個係我哋係其實係日本嘅古代嘅仿漢字嚟嘅，所以咧其實唔係簡體字嚟嘅。所以如果做簡體字嗰啲係錯咗嘅嚇，咁啊以為佢係簡體字嗰啲，其實都係唔啱嘅嚇。其實呢一個咧係日本嘅一啲嘅仿嘅中國字啦。咁大家知道漢字係。是從中國個流傳過日本噶嘛，咁所以同埋講呢度呢幾句嘢都係孫子兵法嚟噶嘛，咁所以咧呢個版本啱噶啦，總之就啱啦，係啦，咁你睇翻啲畫嚟字噶啦，咁啊大家放心，呢樣嘢我哋會盡我哋能力做好嘅，啊即係講 authenticity， 咁啊講到美觀啦，都解釋咗啦，所以咧我哋放棄咗用真盔甲或者係穿甲穿繩，因為試過就算穿到咁幼，人工非常昂貴，咁當然我冇細心。每一個其他人的產品都研究過，究竟呢些盔甲襟唔襟擺？咁好時啲師兄都會問嘅，喂唔襟擺喎？咁但係即係 figure 真係唔能夠終身保用嘅，啊只能夠喂越來越好啦。咁但係當然即係所以我哋都理解，唔能夠好長久都唔好咁快爛啦。咁所以咧呢、這個都係我哋放棄咗穿真甲原因。當然，因為咁貴嘅武具，再咁貴嘅穿手工，點咧？有可能嘅，嗰啲甲重複咯。咁但係日本甲就好多元化，好靚仔噶嘛，好多係唔同。當你如果講 authenticity 嗰陣，哇！你次次都用嗰塊嘅，咁你睇得一次兩次冇所謂啦，睇多三四次，喂大佬你出馬腳噶啦嘛，咁又變咗咧，又做唔到一 part 咯。咁所以我相信其他公司係考慮咗另外一邊嘅，佢哋係走工藝派。咁就唔係走我哋派㗎啦，我哋就走 authenticity， 即係可信性啦、真確性啦。第二上就美觀同比例，咁係呢兩樣啫。第三樣我哋想做都有㗎，咁但係我哋發覺平衡翻兩樣咧，我哋唔能夠兩者兼得，除非真係人手做，啊逐塊打啦，逐塊釘啦，哇咁有冇可能呢？嗱，雖然坊間有個牌子，其實我哋公司都有去代理嘅香港，你自己睇翻咧，佢個價格係去到3000多元。咁仲有咧，其實你會發覺每一塊甲咧個形狀係會有分別，因為如果識玩金屬嘅朋友知，其實佢真係攞個金屬帽咧，可能係木嘅咗，將嗰個盔甲咧由一個平面咧就打到變咗彎面嘅。咁有時真係手工問題，或者真係我哋手操太興奮啦，一扯一聲咁就彎翻直咗，或者更加攣嚇。即係金屬就係一種狀態，即係如果你佢可以打到變咗變形嘅咧，其實佢係都會變翻一個圓形嘅。唯獨是即係咩嘢唔會戴卡數，壓住金屬咯，或者衝壓出嚟好高強度嘅中壓，即係啲頭盔嗰啲德軍頭盔嗰啲咧，咁佢就維持到個形狀。呢個以我所知啦，咁我當然我唔代表所有金屬，因為每一顆金屬、塑膠、布料、木料，其實都好多學問喺度，其實永遠學唔完啦。上次聽個科索菲娜啲老細講咧，哇！即係原來整個帽咧，全部又以為用 CNC 啦，其實唔係嘅，原來都仲有好多手工學問嘅。呢個我都係相信嘅。咁所以咧，我哋第二樣嘢咧，美觀我哋就放棄咗少少嘅工藝，即係唔係放棄，即係做唔到，成本上同埋技術上考慮埋個 durability， 即係嗰個可用嘅長久性啊。咁我哋就決定就用翻傳統嘅即係啤膠啤件，係咯。咁啊，所以好多朋友話好膠喎咁啊。但我想要辯解一下，其實你見到個膠咧，係咪真係膠咧？咁唔麻煩大家去博物館或者睇翻啲。日本的正式盔甲書，其實你望落去都是很膠感的，不是我們游得膠，是他們很多時候用的叫漆嘛，黑漆啊紅啊那些呢，它漆到差不多反光的，其實它裡面的料是什麼呢？其實有很多種的，不是一定是金屬，當然大明啊
高級武將那些是可能金屬部分多一些，其實那些散兵那些其實全部都不是金屬甲，大家不妨可以研究，因為我始終我不是這些專家，大家有心的可以買書啊，上網看看就一知道了。所以呢你盲目去用金屬去做甲呢，其實我又覺得你花了很多精力下去，但是咦原來不對的，衫來又比例又不漂亮，跟住可能仲要爛添，咁值唔值咧？嚇、啊！嗱呢度我自己講啊，我絕希望即係打打睇，我絕對冇係想話兜個圈去鬧人哋啲嘢值唔值，因為呢個係大家的選擇嚟嘅。其他公司佢可以 100% 轉咗做 backing 都得噶，係咪？嚇、啊！咁所以咧，你話係咪交咧？咁嗰塊梗係交嚟噶啦。但係咧，我哋模仿出嚟就係、是、都話最高三嘅一舉兩個學問，其中一種就係、是、我交會又好似鐵。我啲腳又似膠嘛，我哋試過俾人哋笑啦，即係話你金屬件又似膠喎，咁但係當然我有解釋㗎啦，嚇、啊，即係唔係因為 QC 問題，係真係佢係望落似膠㗎嗰啲嘢，嚇，咁、啊、所以咧就好睇翻你實物，你望落去似唔似，所以自己親身睇翻係咪所謂人哋講嘅膠，即係唔係見到反光咁啊膠咩佢咁啊走咗去㗎啦，嚇、啊，咁我覺得唔係太負責任嘅，因為你睇翻日本盔甲咧好多都係望落去，咦點解咁樣嘅？好似外太空來嘅材料咧，咁但係即係日本做盔甲咧，有佢好多百年嘅技術同文化藝術經驗喺裏邊嘅，其實好多結晶品喺裏邊嘅，係好係嘅藝術品嚟嘅，咁所以咧係好靚嘅，真係好靚嘅，即係真係盔甲，即係落戰場好唔落戰場，佢本身就係好靚嘅，咁所以出嚟係咪好光鮮？係應該好光鮮嘅喎，嚇、啊，即係個紅色盔甲咧係應該係反光咁滯，好似法拉利咁滯嘅喎，嚇、啊、咁當然即係落咗場，真田恆川落咗場打嗰陣係咪咁咧？咁啊唔知啦，咁其實真田恆川係咪真係新鮮如出奇蹟啊？衝佢前面嗰啲咧，其實可能都唔係噶，佢都其實佢好打，但係佢都有啲似軍師，佢都係智慧型嘅戰將嚟嘅。咁所以呢啲嘢平日好多方面因素咧，個個人嘅諗法唔同咧，咁啊個個人喜愛佢好唔同啦。不過我好相信一件事，就係靚咧就唔好走雞嘅嚇、啊。你嘅 figure 靚咧就係靚噶啦，係咪嚇？咁啊手工有梗係好啦。但係我又覺得有時可以慳翻啲錢咯，其實唔係自己慳啊，幫客行慳翻啲錢，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咁呢個所以你要平衡翻，究竟係咪要呢啲嘢啦？我成日講啦，我以前咧，大家好中意包膠噶，自從幾年前我玩具人開始講包膠嗰陣咧，大家開始明白，我包膠過多，包膠會爆，包膠會爛。嗱、啊，唔係我叻啊，絕對唔係啊，大家都好醒目，呢個事實嚟噶嘛。只不過由一啲叫做行內人同大家分享翻，喂，其實包膠係正，但係咦，佢有壽命嘅。咁當然而家越嚟越好啦。係真係有啲出廠都未出廠就爆㗎啦，有啲未開盒就爆㗎啦。咁你未開盒就爆㗎啦。咁有啲咧就而家擺得耐啲，同埋顏色啊又唔係黐立啊，係啊越嚟越好嘅。但係始終有一個物理現象就係物料佢個柔韌性大咧，其實佢嗰個延伸性唔係延伸性，即係佢個持久度咧就應該係低嘅。所以我哋唔可以盲目追求一個直膠或者我哋個硅膠或者咩膠都 silicon 嘅 body 咧。是千秋萬世的嚇，唔得噶。另外就車法啦，車法咧，其實我都要車法啦，係咪？嚇咁啊，梗係唔使啦，唔用啦，我就唔用啦。咁啊，車法啦，咁啊係靚嘅，但係你要適當嘅時候用車法咯。嚇、啊，你見啲即係頂尖嘅名牌，佢知嘅，佢有時用車法，有時唔用。其實理解佢，當然佢要平衡，佢只可以選擇一個。咁當然啦，有啲好好嘅廠就兩個頭都俾你咯，即係一個車法，一個膠法咁。咁咪但係又貴咗，又係你俾錢啫嘛。咁但係我買嗰陣可能我中意一種嘅啫嘛。咁你兩個頭擺雙頭人咩？你冇咧，梗用一個頭。咁你又要買個 body 砌其他嘢，咁你其實咪使多咗錢，咪又係出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我覺得作為生產商或者品牌或者一個設計者、監修人又好，一個品牌嘅負責人都好，其實有時可以幫客人再諗一諗。當然，喂，客人又唔係好似你咁諗過，你諗曬你贏曬啦，咁梗係唔係啦。咁但係你唔幫佢諗嘅點？因為你負責嗰單嘢噶嘛，你有咩事賺與蝕啊，係你孭飛噶嘛。咁所以你要平衡翻，咁但係同時我都需要去大家溝通一下、解釋一下，所以呢集咧，我自己覺得係值得嘅。咁啊，呢幅畫咧，其實當然是很正的，我自己覺得這些叫畫像的人像樣子其實是難做的，即是它又不是完全真人，你看到即古代的人哪有那麼高鼻的，不知道啦，當然即其實是很鬼佬的，經常說高榮石那些靚仔樣子很鬼佬的嘛，曹操似鬼佬，其實個似鬼佬，即是高鼻啦大眼，我們已經盡量做平衡回，又不要真的戴得太緊要，但是又知道起碼有些英氣，但是有一個中年人，有那個叫二撇雞，所以這個其實挺難拿捏的。
咁再加上咧佢係畫像啊，咁所以你見我啲頭雕咧，又要解釋一下啦。我啲頭雕咧，喂，你都唔係真人頭雕嚟嘅，其實係跟個畫嘅頭雕，但係個畫都係跟真人噶啦。因為我覺得呢種風格出嚟先似翻我哋想要嘅風格，就係個 game 嗰啲風格係咪？即係我哋一路細個睇到而家嘅嗰種風格感覺，因為根本冇人知個真樣係點嚇。我覺得呢個樣子就係呢個樣啦，係啊。所以咧，我哋係有少少近個畫嘅，即係跟個畫去做。我哋曾經考慮過咧，用一啲真人嘅模擬嘅樣咧。但係第一，你冇真人跟；第二，即係仲九唔搭八啦，係咪？呢幅畫咧，這個、呢個咧好正啊！嗱，唔係廢嗰張紙，唔係咁冚住喎，反轉咧係我哋嗰啲叫圍帳啦，嚇帳幕啦，喺戰場上咧或者佢哋野打獵啊嚇嚇，咁咧都會圍啲布嘅屏障喺度咧，就圍住啲大名啊、將軍喺度傾偈啊、食嘢都好啦嚇。咁點解圍住咁啊？有啲 privacy 嘛，即係如果就咁咪野餐咪好似啲散仔咁咯嚇。咁啊，所以呢個咧擺喺後邊咧都靚仔嘅。川中島戰役咧，其實打過四五場啦嚇，咁咧就各有勝負，同上杉謙信。咁呢一個幅樣其實就經典，就係當時其實周防老師嘅畫都有，就係上杉咧就帶住啲騎兵啦，就衝咗入武田嘅陣營裏邊。咁就真係見到武田就想劈佢，咁當然武田都打得嘅，但係當時嘅上杉係年輕過武田一個歲數，我諗有十年。咁咧走去劈，咁當時佢就揸支軍配嘅啫，咁啊未得閒掹把刀，所以就個軍配就擋咗阿上杉嘅刀。咁擋咗幾刀之後咧，咁啲救兵到，咁啊上杉咪走咗啦。因為大家始終都係大名咧，冇理由喺度劈咁耐會死噶嘛，啲人圍毆嚇。咁當時咧呢一場咧就係最著名嘅其中一場川中島戰役，就係佢當時分咗好大部分嘅主力兵咧，佢哋叫德。啲機動隊啊，咁啲入品啊咁樣，佢就兜過咗一個山，就想夾擊上杉。咁啊，真係太大霧，估唔到上杉咧就喺朝早或者夜深，即係就嚟黎明嗰陣咧，就起動啦，就一路即係奇襲咁樣咧，就攻擊佢本營。咁所以當時佢嘅兵力咧就原本係多過上杉少少嘅，結果咧分咗兩邊之後咧就少過上杉。咁上杉啊騎兵就最著名，亦都好勇猛啦，就衝入去。佢個陣裏邊，當時嗰場仗咧，佢個細佬武田信繁都死咗嘅。而呢個信繁咧，喺我哋啲資料裏邊咧睇翻咧，係都係同佢差唔多樣啦，咁好打噶，亦都係一個好忠心嘅夥伴啦。咁喺呢場仗咧，因為佢係負責其中一隊部隊啦。咁你知佢哋打陣營噶嘛？咁啊，佢哋部隊就俾人嚼曬，咁啊先攻得去嘅啫。咁所以咧，個細佬犧牲咗嘅武田信繁喺嗰個戰役裏邊。所以都是一個大損失。咁啊，呢場仗之後咧，其實武田已經歷過好多個戰役嘅。嗱，我同大家講講啦，既然即係講到，我都係想大家買嘅啫，係咪？嚇，咁啊，當然唔買都咁開心嚇。OK， 嗱，武田咧係好中意孫子兵法。其實咧喺日本嘅戰將裏邊咧，尤其是嗰個時代咧，信長時代啦，叫當然有啲人叫安徒生時代啦，因為到後期就咁咧就好多係有睇漢字啦，同埋喺中國傳過嚟一啲嘅書啦、兵法啦。咁所以咧，其實《孫子兵法》根本就唔係淨係武田信玄嘅專美嚟嘅。咁但係佢用得好好，尤其是佢嘅戰績亦都好唔錯啦。咁所以其實咧，去到後世咧，其實講武田嘅人可能仲多過講織田嘅，我覺得嚇，即係現代人嘅日本人咧，可能講武田仲多過講織田。咁當然唔係要 sell 只武田就講織田冇咁多人啦。織田信長係一個。即係古仔咁嘅霸王，好似曹操咁，都係人都識。咁啊，古仔都用佢個名嚟命名啦。咁啊，當然啦，即前嘅戰績啦，嘅功績咧，一定係大過武田嘅。咁但係咧，武田嘅名聲咧，同埋佢嗰種軍事才能咧，又即係被後世傳做到而家嘅喎嚇。咁即係佢提倡嘅《孫子兵法》咧，去到而家好多日本企業咧，都係用呢種嘅。咁即係我覺得佢都係過濾咗嘅，即係佢哋日本嘅古人咧。看完之後，佢就有啲學説啊、著作咁講翻出嚟，睇嗰個咁。有冇日本人係專睇，即係睇翻 original 先至明白？我梗係相信有啦。咁但係更加多可能性就睇咗一啲即係我哋叫二手嘅一啲嘅知識啊。咁其實我哋都係㗎，好多時我哋有幾可係真係睇過《三國演義》啊，《三國志》啊。嗱，《三國志》就歷史嘛，《三國演義》係小説嚟㗎嘛。咁第三即係其實已經係二手嘢嚟㗎啦，嚇，即係經阿羅貫中寫翻出嚟啫嘛。咁所以咧係好多人唔識嘅地方。咁講翻佢啲戰績啦，《孫子兵法》啦，《風林火山》啦，咁啊講過呢個啦，啊呢個又重複翻啦，嗰啲字啊唔係錯噶，唔係簡體字嚟噶。好，另外咧，其實武田咧其實好多敵人嘅，打咗好多名仗，咁好多人未必知嘅，即係除非打機都未必知啊，我係知。
你之後睇過佢啲武田嘅歷史同埋一啲嘅關於佢嘅小説，你就知啦。其實佢有幾個宿敵嘅，第一個咧就係周防，佢同周防老師同一個姓嚟噶，啊周防賴族啊，因為武田嗰個甲斐之地咧，其實佢黐住咧就係而家信濃嗰啲地方，其實咁啊當時同呢個貴族咧就打過 ，OK。咁後屘咧，又有同川上義清，就係呢個信濃一個好打嘅人嚟嘅，好打一個大名。咁啊，後屘啊打輸咗啦，即係武田統一咗信濃啦。咁但係川上義清又冇死到喎，就走咗投奔咗上杉啊，冇記錯應該上杉。OK， 好啦，咁咧打完呢兩個宿敵之後咧，又有當然啦，佢之後佢就要搞掂咗自己嘅仔武田義信，因為武田義信謀反。咁啊，其實義信都係親生仔嚟嘅，但係佢就可能唔中意佢，就獨愛佢嗰個後尾我成日講少個姓賴嗰、那個，就係、是、武田姓賴啦，即、就、係、是、第四個仔。武田姓賴就繼承咗武田信玄嘅家督嘅位置，咁啊，當然後尾就好多人話係敗家仔啦。咁啊，但係其實未必係嘅嚇，咁、有機會先同大家講，或者出咗就武田姓賴，我同大家講下咯。好，咁啊所以武田咧最威嗰場仗咧，就真係打德川家康啦，因為當時佢已經掃到統一咗信濃啦，差唔多甲斐啊嗰邊幾個佢哋叫州啦嚇，幾塊地佢已經贏曬，咁啊帶住佢好強大，當時三萬兵力，咁啊講三國梗係唔係咁啊？呢個三萬就濕濕碎啦咁啊，但係喺日本嚟講，佢哋嗰個應該係農兵制，即係又係農夫又係兵嗰啲啦。其實有三萬人都好厲害，差唔多全國之兵咧，基本上都係㗎啦，一打就全國出曬嚟打㗎啦。咁咧三萬人就上落啦，咁啊浩浩蕩蕩咁啊上去啦，咁啊咁咧就遇到當時金川源已經俾德川同埋俾織田搞掂咗啦，咁啊佢哋幾個瓜分咗塊地，咁佢哋就遇到德川家康，德川家康就同織田信長係同盟嚟㗎嘛，咁結果咧就遇到大敵啦，咁德川家康咧就吃佢一場人生裏面一個敗仗，其實佢爭啲死嘅。嚇！嗰場敗仗真係轉捩點，如果唔係咧，佢即係武田打死埋佢咧，其實就冇後期嘅德川幕府嘅。咁所以有時即係世事好得意嘅，即係未必你除做長勝將軍，亦都未必贏先係叫做贏嘅。佢有時一個轉捩點就由敗就反勝，或者由一路贏面好大，好似武田咁，突然間佢嗰場仗都贏嘅，一路都贏嘅上緊嘅，但係突然間佢患病，咁就過世啦。咁後屘有人研究翻咧，佢應該患咗胃癌。或者食道癌就死咗嘅，總之佢係吐血嘅嚇，即係我睇小説都係咁講。小説係咪真亦都唔係啦，咁但係小説就好接近史實地寫翻出嚟噶嘛。因為正常你唔會睇日本歷史書啊，係咪先？歷史書都唔會咁細緻去描述噶，咁所以只能夠睇嗰啲叫好出名嘅日本嘅文學家寫啲，個個都有噶啦嚇，即係差唔多，但係唔全部有噶，就武田信玄嗰個小説咧就睇翻嚟嘅嚇。咁啊，三方原之戰咧就係、是、佢立下一個好威名顯赫嘅戰，就係、是。佢嘅騎武田嘅騎兵、甲斐騎兵嘅紅色騎兵啦，紅色騎兵，哇！就掃低插咗張德川，甚至當時派咗有部分支援啊嘅德川嘅織田軍咧，係完全掃低曬嘅嚇。當時大家都好緊張，即係武田嚟啦。點知就喺呢個時間，武田就病死咗。咁所以病死嗰陣咧，佢就要求撤退，但係亦都唔好話病死。所以其實一段時間咧，佢哋可以安然撤退，就因為其實應該人會反打你噶嘛，係咁，但係佢因為佢又冇俾人知佢死咗，淨係攻攻下就唔行，跟住翻轉頭嚇。咁、當然日本人嘅軍事策略係咁，一定有殿後部隊嚇。咁、到後屘就翻到安全翻去甲府啦。咁啊，最後屘咁梗係知道武田係死咗啦。咁後屘就開始信長就搞掂咗西邊嘅一啲群雄之後咧，兩邊啊兩條戰線打啦，東邊啊去掃埋武田。咁去到武田勝利嗰陣咧，咁啊。有一場好好悲壯嘅，就係嗰幾萬嘅武田嘅精英部隊，或者係主要係騎兵咧，就俾佢啲火槍隊咧，織田火槍隊咧，消滅曬咁滯。好啦，咁啊歷史啊背景啊，即係製作背景啊困難啊啲苦水啊都乜都講曬啦。冇錯，做一隻咁嘅 figure 其實冇乜錢賺嘅嚇，即係而且做個量好少啊！我話俾大家知，大概做到八百幾隻嘅啫嚇，咁啊比信長嘅量更加少嚇。咁點解咧？因為預訂唔係咁多咯，咁咪做少啲咯。咁因為做咗出嚟，我哋發覺好多時候都要擲啊，要去坐貨。咁我哋倒不如就矜貴啲啦嚇。咁所以嚟緊我哋嘅系列都係會採取呢個策略。咁所以如果中意嘅朋友真係，我唔知道有冇現貨啊！講真嘅，其實我哋就係真係出邊 order 嘅數多唔知幾個 percent 嘅啫。而家好多公司採取呢個方法㗎啦。
咁當然有冇彈嘅地方，我就咁講，同我哋跟進嘅同事阿 Max 話齋，上色部分可以再好啲嘅，唔係膠嗰個問題，係嗰個細節度，因為我哋成塊鴿咧係啤出嚟，啤得好幼細嗰啲紋，但係上色就變得好高嘅手工，但我哋覺得平衡過，始終都係咁樣都係先做到嚇、啊。你話穿繩嗰度太貴啦，同埋啲繩嘅顏色啦嚇，同埋繩嘅粗幼啦，分布度咧，其實係咪跟得足咧？你留意翻呢一塊鴿，一間睇翻嗰啲畫面啦。一塊咁大概係3cm、3.5cm 都冇4cm 長嘅位置，可能有差唔多有超過10條繩條繩啦出現。你就算穿到嘅話咧，其實個佈局都唔靚，亦都跟唔到真實嗰個比例嘅，因為佢唔係一條一條除翻十分一咁樣嘅，佢有啲係雙重黐住兩格兩格兩條兩條咁樣下，咁所以咧係真係大家各自考慮啦。咁、我自己，你話就算我係買家，我自己都會買翻呢一種嚇、啊，即係我哋要黐，我要靚，同埋唔好幫我亂配，我最怕嘅呢、這個嗱、啊，我自己嘅啫嚇，我自己嘅啫，你千祈唔好誤解咗攞我呢番説話去丙人哋啲牌子啊，咁啊呢個係唔好嘅嚇。咁、我同好多牌子都好朋友嚟嘅，咁但係呢個真係我哋喜好，咁我自己都唔中意嘅，我點樣可以做俾啲顧客朋友咧嚇、啊？其實基本上真係分享嘅啫，即係我。即係投資一隻嘢出嚟做俾大家，我要一隻，你哋要一隻，冇乜錢賺就係咁咯，搞幾年跟住啊，仲要可能俾人哋誤會啊，或者甚至有啲負面批評，咁但係冇辦法，都係你行出嚟，即係做 YouTube 一樣啫嘛，都預咗啦，冇計。中意睇透你嘅朋友一定係 friend 嚟嘅，嗰啲 friend 唔係真係嗰啲朋友，係即係佢真係欣識欣賞呢件事嘅朋友。咁啊，多謝曬你哋先。其實咁多人要多謝咧，都係多謝睇嘅朋友。咁買唔買都唔係最重要，當然啦。講翻尾最後尾，都係最後尾，即係多謝所有嘅製作人員啦，包括供應商啦，一啲即係好供應商啦，包括周防老師啦。咁其實呢個係先完成到嘅，最重要就係你哋都中意或者買咗嘅，多謝大家等咗咁耐嘅。咁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多謝大家支持。咁有興趣分享翻俾你朋友，有朋友鬧緊 AGI 喎，聽下呢、OK。多謝你今日到呢度，中意我哋朋友，希望你 subscribe 我哋嘅 Facebook 啦。YouTube channel 我自己 Facebook 都有自己個專業嘅，好希望你多啲朋友支持，拜拜。